啊，那谁？你那个见大头的啊？干嘛？老这样说人家？家外重生，脚都可以拿来的走半场葫芦，还有这个真事，平安想不到的啊？哎，低调低调，我只不过适当的给糖葫芦整点新花样，像什么包子糖葫芦啊，辣椒糖葫芦，辣条糖葫芦。什么？你管这叫适当啊？当定后三年，昨天那几个摊上二十哟。宝贝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惊讶啊？等下这个金光不管用，要是正常再去管。别动，这是我拿出糖葫芦的啊！有条哪里的走啊？路无沙滩。不对，淡定。人生百味，不总得挨个尝试吗？不也总和我们年轻人说要多创新？到底是创新啊，怎样找个创新？还是那你是个做生意吧？找一个胜任失恋的方法。别看我啊，我自己会做，做你自己的家伙。你没眼光。来个雪人糖葫芦，草莓屁股来一刀，香蕉，草莓屁股，两个眼睛，好，完美。砂糖橘，哈，金桔糖葫芦搞定，三色糖葫芦。哎哎，这个灯灯哪能冲血牛？乖乖，你要用心看，这明明你看颜色形状都学一模一样啊。这个时间就紧张着，不晓得你谁刚刚做谁来得出的问题。有问题啊，心率挺正常的。辣椒糖的生姜糖的辣条糖的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破了吗老婆，想说就直说嘛。俺没你家硬搞，第一件事还有事去把欧弟去，欧弟去煮水去。一滴的糖和水，最大火星融化。落花糖，黄瓜串串串，油条糖葫芦。还是说好穿我干狗，拿着新聊的啥问题就哈。哎，太婆就一个嘛，你给我留一点。你切鬼半天子女儿，一天子狗狗动。老天爷都哄下去了，你要你都写一场。我真的会写呀、啊。老小胖粉碎小伙，我上糖衣。好 ,OK, 静置成型。一直在干嘛？这不是等着帮你收拾残局吗？呵，谢谢啊。没有礼貌，还粉还能用。冰糖生姜，冰糖辣椒，冰糖包子，冰糖油条。全都发油，那谁来的话呢？反正我这个不好吃。反正这个生姜都不好吃，你别吃这个，你还是吃别的好。嗯，俺搞谁的干，俺吃谁的干。啊，天老师啊，你走啦！我都说了，你不信，还是吃这个冰糖辣椒吧，真好吃。你妈好吃，别来就不好吃，那咋不行？这真好吃。哎呦，不错哦。费劲包，还想骗你，让他吐血。